等阵间系播映劲抽演唱会之我系扮野抽。喺我哋身边有好多白领丽人，佢哋已经争取到同男性平等嘅社会地位，亦都有一定嘅工作成绩。但系佢哋另一方面嘅生活又系点嘅呢？朝九晚五少佳人，15号晚7:05向你吐心声。徐小凤广东歌、国语歌、新歌、首本歌，同你大唱特唱。天王巨星许冠杰友情演出，我仲特登拉埋我个最佳拍档光头神探麦家一齐嚟助兴添。金光灿烂，徐小凤13号晚8:35。人人开怀喜庆，无线电视翡翠台。在上一輯的勁抽演唱會裏面，我就以古裝的姿態出現，而且還唱了很多那些劇集的主題曲。在這一輯呢，我又一改作風，要扮曬嘢了。至於我扮什麼呢，一陣間先跟你講。因為我喜歡扮嘢，所以我有個花名叫做扮野抽。其實我還有很多花名，好像我自細呢，因為曬得黑黑實實，就好像豉油那樣色，於是乎呢，他們就給我個花名叫我做生抽。後來呢，即係到而家，唉，正係男人最勁、最有衝勁嘅時候，於是乎咧，俾我花名就叫做勁抽。哎呀，哇！咁啊，第日80幾歲以後咧，會唔會啲人俾我個花名叫做老抽咧？其實名咧，除咗係一個稱呼。俾你叫佢之外咧，仲有啲人攞意頭嘅。正如好似啲水上人咧，就中意改名叫做大金啊、大銀啊、順風順水啊咁。甚至乎佢哋嘅寵物，譬如貓狗咧，都會改做旺財啊、旺丁啊，或者係 lucky 咁之類啦嚇。咁就但求意頭好，就話知佢老土。咁如果閣下咁好彩，一生生咗4胞胎咧，不妨試下改做富貴榮華啦。Oh.
的典礼，爱人结婚了，兄的雨伞烟开雾现，花风一样千，今天以后情如细水，轻易生欢笑。一切难料，虽有旧情未忘，人事加了。他一世欢笑，痛心的典礼，爱人结婚了，他的眼睛几次望我，隐约住泪意。是不要想了，想想读下脑筋，乱毛加太阳眼镜，美国出品，好多人都想学佢，但系冇人学得佢咁威水。边个啊？不是 Michael Jackson， 这个是香港的 Michael Jackson 的大佬 Michael 隻秋。
因为罗文啊，佢姿势大，动作多，而且咧仲有形式，好容易去模仿。咁啊，但系如果讲话动作多、手势多咧，就唔及小虎队啦。小虎队赢咗第一咧，就冇人认第二嘅，咁犀利噶，第二都冇人敢认噶。咁点解咧？因为小虎队啊，佢哋一系就唔喐。一喐親咧，犀利啦！就六隻手一齊喐噶喎，嚇！咁你哋有冇興趣咧？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一齊喐埋噶。迷迷糊沒有歡聲。人盡失態，有結在心坎中，結扎無邊苦痛，我曾承認失敗，無人能為我開解。你受人常盡苦態，你未明我傷心，眼淚潮心中滲，命運不能兩相隔。心中苦痛，望着你讲一声 goodbye， 不得不讲，不得不说，心中苦痛，望着你讲一声 goodbye。能为我开解，你怎
人常尽苦叹。你未明我伤心，眼泪潮心中心，命运不能两相隔。心中苦痛，望着你讲一声 goodbye， 不得不黑过，不得不黑说，心中苦痛，望着你讲一句 goodbye， 沙拥加拿，忍着泪说一声 goodbye， 沙拥加拿，忍心作别说一句 goodbye。点啊？够唔够劲啊？千祈唔好误会啊！我唔系话佢够唔够劲，我系想问你头先我哋嘅演出够唔够劲抽咁啫。咁其实自古至今咧，无论男女咧，都系中意睇啲靓嘅嘢噶啦。正如好似嗰啲正常嘅男人都会好似我咁样中意睇啲靓女噶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喺我嘅演唱会里边咧，我就邀请咗几位我认为系值得有九分半嘅靓女咧，为我助阵演出嘅。咁上一次咧就有关高英啊，咁今次又会有边位靓女出场呢？而呢一位靓女出场嘅，你哋又认为佢值几多分呢？咁啦，由你哋俾分啊！阳光充沛、绿草鲜嫩嘅荷兰牧场，盛产上等牛奶，加上严格嘅品质控制，提炼出种类繁多同埋美味嘅子母牌奶品。包括子母即溶奶粉、子母炼奶、子母淡奶同埋子母纯牛奶，荷兰子母牌奶品权威，种类最齐，味道好好，营养高高。玉郎机构有一崭新贡献，一部彩色多罗罗睇完令你青春晒嘅青春杂志，经已隆重出版，各大报摊有售。新的美极鲜鸡精，上等鲜鸡制成，用法更加方便。深一深，美味即刻捞匀。深一深，美味即刻是真。新的美极鲜鸡精，鲜鸡味道零舍唔同。深一深，分量多少均匀。深一深，送菜味道正心。啲餸咁好味，梗系用咗新的美极鲜鸡精。一心鲜脑好。入沙龙，山中清新景架。美国及世界销量第一薄荷烟，沙龙山中景界，清新凉快。明珠台黄金时间 ，Music TV。热辣辣流行歌 ，Alan Joe 现场直播，点唱倾偈，听歌睇音乐，明珠台黄金时间黄金节目，今晚明珠九三七。表跳
上辣椒，香甘熱令到我身心也發燒，搖搖擺擺推使我愛到發燒。水蛇亦不惜體溫要爆煙，無從抵擋只可以愛到發燒。頭暈去看醫生，醫生也發燒，笑笑望著我算不需要退燒，人狂戀中應該要愛到發燒，愛到發燒就發熱爆了，像紙皮燒愛到發燒就快熱爆了，熱當得緊要，無從抵擋只可以愛到發燒，愛到發燒就快熱爆了，像紙皮燒愛到發燒就快熱爆了，熱當得緊要，無從抵擋只可以愛到發燒，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，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，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像纸皮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热烫得紧要，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，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像紙皮燒愛到發燒就快熱爆了，熱燙得緊要，人狂戀中應該要愛到發燒，愛到發燒就快熱爆了，像紙皮燒愛到發燒就快熱爆了，熱燙得緊要，人狂戀中應該要愛到發燒。Thank you.
春意飘呀飘，一飘剛才秋仔就說我值九分半，那你們說我值多少分呢？當然是十分啊，算你幾識做噃，見我在這裡說我值十分。是啊，那九分半就是形容你的美貌的，另外那半分就是形容你的身形的。蛤？你哇，玉郎漫画创刊号反应热烈，多谢捧场。第二期再接再厉，精彩百出，令你嘻哈大笑。玉郎漫画第二期经已出版。在美国，百事横扫各大小城市，而在香港亦越来越多人饮百事，知道百事够味啲。今天佢话百事，色彩令人迷，用柯达捕捉真神韵，柯达靓想更艳丽，可以捕捉完美的色彩。望望四周，看多么美，焕然各种欢笑和美态。柯达彩色 VR 飞蓝，柯达焕然完美色彩。用柯达彩色 VR 二百飞蓝，就算光线少少转变或者有轻微动作，都影到满意的靓相。柯达焕然完美色彩。惠康黄金麦，齐集世界各地优质产品，全部由各原产地直接运港上市，免除代理商中间利润，所以售价特别平。惠康黄金麦，惠康绝对保证，款款优质。纯曼宝路，曼宝路世界纯和的一面，特纯曼宝路。青岛啤畅销全球，国际口味。青岛啤睇到你就想饮，青岛啤认真够啤酒味。要知道国际口味，请饮青岛啤。三花即溶全脂奶粉含维他命 A 和 B， 更具有 B1 和 C， 营养成分更高。我只要 Carnation 健康成分全赖你。饮咖啡，用咖啡伴侣，令你畅快人心醉，好味道添情趣，陪伴你心永许。咖啡伴侣。汇丰银行目前有300多万个储蓄户口，而数目继续增加，原因是汇丰稳健的作风令我们觉得有保障，有了保障自然觉得满足，而这种满足感往往在我们欣赏自己本存折的时候流露出来。如果你未有储蓄户口在汇丰，快点去附近的汇丰分行开回个港币或者美元储蓄户口，享受下这种满足感。嚟太古城中心德国节买德国货，睇免费表演特别开心。太古城中心德国节由卢云宝啤酒赞助。再度孤独，不知怎过每一天，没有你在我身边。Love is over， 而你笑面不再现，
只好飘进记忆中，共你再度两相依。没有你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， 夜已深在空间里面，空虚的我更空虚，没有你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，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，漆黑里望低呀，没有你在我身边。是听不见，不想想起天想起，冬天只送我的脸，今天只好轻易唱飞，假装依着你手臂，此刻找不到新的意义，人活但如死。
真係絕色佳麗，你話以後如果你有機會再同佢喺埋一齊，真係做牛做馬都走。哇！發生咩事啊？哼！做牛做馬你又冇資格啦，做落湯雞啦。遠處旅客左千里白雲漫磨，想想想，別離後寸心心會不思鄉。机构有一崭新贡献，一部彩色多罗罗睇完令你青春晒嘅青春杂志，经已隆重出版，各大报摊有售。要保存靓相真面目，听下佢哋点讲。好多客仔都话要柯达纸噶，颜色靓啲啊嘛。保存我嘅真面目，唔用柯达相纸点得噶？晒相记得指定用柯达相纸。牛奶公司家庭乐问答游戏。买牛奶公司产品就有连环中奖机会，好好玩噶！我哋赢咗啦，你都嚟参加啦！卡夫芝士送活力望远镜，三款都咁够活力，同你一起去森林探险、越野追踪、星空历奇。用卡夫芝士包装胶纸两张就免费换到一个。呢、這个礼拜送出越野追踪，快啲去71攞翻个啦！
心享乐趣，摊肩派。新的风格，新气派。肩派，美国的纯烟。康美士特别研究计划真纳士之石，就是要康美士潜水员潜入从未有人到过的深海中工作。经过六个月甄别人选和试验装备，他们终于成功到达海底，创下世界纪录。在501公尺极深的海底中，康美士潜水员和他们的劳力士一样，工作如常，表现优秀。饮饮阳光蜜瓜豆奶，新一代新一代加入我哋。阳光豆奶，新一代新一代加入我哋。新一代阳光蜜瓜豆奶有无穷豆奶活力，仲有蜜瓜甜美清香，为新一代创新路向。我哋系阳光新一代。泡污糟邋遢又懒洗刷，最好就是用蓝泡泡啦，将个成包放入嚟，包装纸就会慢慢溶解，干手净脚。咁以后冲亲厕所都会有啲蓝色嘅泡沫，帮我清洗消毒一番，一包可以用足几个星期噶。咁我以后都好似新嘅一样啦。蓝泡泡最简易嘅洁厕剂。当你需要清新口气嘅时候，食绿箭香口胶啦。含天然薄荷香味，清涼可口。綠箭香口膠自然令你口氣清新。點解我日日都要做運動，成日都要練氣呢？因為我喺勁抽演唱會裏面要唱成30多首歌，仲要大唱粵曲添。唉，你话如果唔够气，点可以应付呢？你话系咪呢？我练得咁辛苦，都仍然练到我咁好气魄咧吓，就系全靠阿肥咧晚晚炖啲补品嚟补我身噶。静静话俾你听，男人唔补好易冇噶。因世无语，空道路。留台一别，两分声啊，泪似莲藕。梁兄换你前声不得应，好痛啊，三年结伴，百般情。
了山，经风夜难，到头来流兩輯嘅定秋演唱會又已成歷史，咁唔知以後幾時先再有機會企喺台上為你哋唱歌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多謝呢一次有份參與演唱會嘅所有工作人員同埋三位嘉賓，就係欣妮、關高英同埋肥肥。最後最重要嘅就係要多謝一直以嚟你哋都咁支持我。咁喺以後嘅日子裏邊咧，我會繼續努力，亦都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。